今天指挥说我都很冷，发生什么事？是的，我没有邀出立场的部长啊。他应该有话请会。我的署长稍微先移动一下脚步。大运我本来就有低调，没有打算要什么多大、多大规模。但是每个大家都很在这种台湾这些政治风云之下，要做什么领导的时候，今天选举呢，你是要造势、要活动，要整个的跟路长，因为不路也要找你的，把一个路带到一个中流场。另外一个是，啊，过去这个办事大运的见面之事，要这边 SOP 都下的，都要留下。所以将来我们台湾办大型赛事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基石就叫办，因为只有两个，一个是文物的整理，还有一个是军事的整理。那最后就是也顺便给那些有些雅加达或者雅加达雅典的一些直播，给大家有一个，大家可以一直去地球看雅加达雅典。这样被批评说是，被批评说是花钱。是啊，其实我每次都怕人家讲这个，我们还是办的低调，也没有花很多钱去做，就只有做这些嘛，文物整理啊，知识整理，还有一个就是给亚太来选手加油。那他今天是来难度又高的，然后就是这样，就是当然是这样，给他打击，你自己把国家搞垮，这就很厉害。市长，那个之前去见李前总统，但是现在有立委爆料，这个李前总统他才刚出院48小时，都意外去看他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要去也不是我们去，都是人家排的，人家叫我们去，我排好，主要是老报在安排的，不晓得。我是觉得打扰老人家，我们不晓得他住院。梁文杰说，梁文杰说，来来，一个抽号码牌，一个。梁文杰说，你好像。他这个就是这样，这个苏东坡跟火影的故事。是哪位高官？这个心中有仇恨，看什么都仇恨。那针对有没有针对许淑华这些三八那类的黑衣人类？不是啊，就是这样的。他们是来是来参加我们的选举汇报，然后见到什么，还是帮忙装窃听器的？这有什么黑心的？外控啊，黑客名单那些，网络上自己，大家自己就会去处理了。啊，其实我还好，看每个议员，公司就都给你做了，还想做。市长，你昨天说两岸一家亲跟墨绿之间没有矛盾，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两岸一家亲墨绿。对啊，我是28家族，我有的亲属，我有的。但是这样的，当台北市长还是要谋求一个台北市民的最大利益。我有时候是这样的，我也不会用，我是不太会用我的意识形态，然后再把意识形态就套在人家头上，是这样。当台北市长就让台北市民到处快乐，看得到就看不了。市长今天为什么没有金白熊在？他今天是金白熊在的日子。他这个是啊，反正我们本来就有两个熊的，不同的场合会让他不同的。外一些总比如说他单身居饰演男性，都是这样的。我是会被你比作是不理解，到现在学习到现在都没想到，为什么？会想问到来正当正经宣传，没有拿来的。没有啊，这个大运动，该做展览，该做什么就做，他是这样的。我们也没有利用这个什么大花大钱。你那一早期那个，你要快点给我表示，告诉他会不会？是哦，他们做一做，我就觉得这样。但是后来我们还在挑战什么？因为这个要挑战变成做那个报账的事，对吧？会挑战到我们再去做一下，这到底要怎么对待？市长会觉得高嘉瑜被逼得跟姚文智不同。很难，很现实，
在去搞这样有些人的事情，然后有些人就是大家看好了，对，这个做的应该不多吧。